阿胖，大哥，你拿的这是啥东西啊？给我的，这是我家自己种的甜品，专门拿来给你们两兄妹尝一下。黄鼠狼给鸡拜年，肯定没什么好事。阿胖，你咋说我们两个是鸡呢？他也不像黄鼠狼啊，看他肥头大的，像猪。哎，别扯下去了，今天我找大胖商量点事情啊。就知道。哎，阿哥，你有事你说。好好，是这样的，大胖，我跟你说嘛，不是你家弯弯口那里不是有三分地吗？我想跟你去借来种一下东西，到时候给你们两姊妹分成一点，好不好？哼，你看怎么样？不行，我不答应。哎呀，反正我们家的那地也不是荒着吗？他拿去种了还有点那个收成，这不是一举两得吗？咱俩拿去种吧。对对，还是大胖有格局。没事没事，阿哥，拿去种啊啊！有收成了之后，记得拿点过来啊！一定的，一定的。好啊，好，那我就先回去了啊。好。你看这么高级的包装，应该是好东西。啊？什么好东西嘛？不就是包谷杆吗？生火都不吃。这个还挺甜的。送你送到小村外，有句话要交代。阿哥，你借我家这块地都快两年了，啥东西都没给我。你把你那个包谷杆砍完了之后，我就准备来种那个东西了啊。这事情你怎么不早说嘛？我今年才撒的肥料，这都还没有吸收完，明年再说，就是明年再说。啥？哥啊！叫你不要借给他，你不听。二哥本来就是个老赖。二哥说的也对，他撒了肥料，我们也没有提前和他商量，那确实也不好。今天我来给你商量一下啊。商量什么？说。阿哥，你借我家的那块地三年了，哎呦我的妈，你把那个东西给收拾一下，我好来做东西了。哎，你呀、你早不说晚不说，现在才来说。我刚把那个天麻种下去，难道我现在把它挖出来晒干吗？你这个人啊，真的是哎无理取闹，你纯粹是来找茬的。我哥，你怎么这样呢？你刚才说这是你家的地得了，点评最后。哼，不想跟你们两兄妹再啰嗦。老妹，我们是不是催得太急，被人找茬来了？本来就是我们家的店。哎呦我的妈！阿哥，干嘛嘛？阿哥。年了，我现在提前跟你说啊，那个肥料都别撒了，那天麻啊也别种了啊，我明年就把地收回来，我就种东西了啊。你在说什么？什么土什么地的？我听不懂。哎，阿哥，就是那个我挖的那个三分地啊。哎，你这人咋怪人多是吧？我看着赖子都忘是吧？你们说我家那一块地是吧？什么叫啃你家的地啊？哥！阿哥，你什么你？那本来就是我家的地。在此你谁不知道？这几年都是我在种那块地。你们两兄妹简直就是见不得穷人喝稀饭，真是厚颜无耻！呸！阿哥，你怎么能这样说呢？当初来借我家的地的时候，你可不是这样说的。对什么对？哎呦呦呦呦！你们两兄妹说的比唱的还好听，我家的地就变成你们家的地了。你们这个啊，纯粹都像赖子一样。我走了，不要打我家地的主意。阿哥，还是我唱歌好听了。哥，你操心的不应该是这个吧？我们家的地都拆别人的了。阿哥，你刚才当我他的上回来做这些事儿。